豌豆饭才是饭，谁吃先不给加油。阿伯子孙一分光，盘点武林神车高光时刻。这年轻人，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。我顶多埋怨自己的运气不好。不要过来！在中国有这样一辆神车，它拳打宾利，脚踢保时捷，兰博基尼看见它马上掉头，拉得了货，载得了人，玩得起漂移，跑得过越野，进得了西藏，走得了长途，而且被福布斯称为地球上最重要的一款车，五菱宏光。但真正让它火起来的，还要从日本秋名山事件说起。当时一辆斯巴鲁和一辆宝马正在飙车比赛，突然一辆五菱出现在视线之中，利用前置后驱变道超车，它流畅的动作另外两个车主几乎还没反应过来，之后他的车尾灯就稳稳地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此后在全球留下这样一句话：前方车辆请注意，无论是奔驰、宝马、帕萨特，无论是捷达、斯巴鲁、马自达、三亚、起亚、索菲亚，请提示避让，请提示避让，五菱宏光来了。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二十九五扛住了集装箱，灭虎八扛住了帕杰罗，哈佛 H 六扛住了钢筋。你那是啥呀？你看看人家这个，人家这才叫扛住了。哎呦你妈！哎呦！就没有看不见五菱的地方啊！五菱神车，这大哥手太够用，我跟你说。看好了，五菱神车啊，没有就看不见五菱的地方，这沙漠，哇哇的。又八零，又四七，又五七的，又什么色大的，买个五零得了，看看人家五零最大 F 勾。弟弟就得行啊。弟弟都算不上，就是一个妹妹啊。没有五零，没有五零，五零。油门给不足，您肯定上不去了。好，来了啊！好，五零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哇！哇！哎呀，这根本玩个鸡！
什么宝马什么奥迪，老子一脚油门下去让你知道什么是五菱宏光 S。别发呆，看我走。绝世魅人，就这。宝马。